这是观察者网报道，5月18日河北省大名县金池中学公众号发布关于欠发教师工资的情况说明。17日网上出现我校因拖欠部分教师工资导致部分班级停课的舆情。事情发生后，学校成立紧急处置工作小组，经过与学生、家长及教师的沟通，于当日将拖欠教师工资全部发放。学校也于当日中午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。学校将以此为戒，进一步落实学校管理责任，确保每名教师工资待遇得到保障，坚决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，请大家监督我们。老师，你们干得棒！近日，河北省大名县某民办中学老师集体罢课的消息在网上流传，还是个民办学校。河北一中学教师集体罢课，根据截图看，老师确实不上课了。河北一中学教师集体罢课，有家长在班级群中谈这个事情，大致意思学校拖欠了老师们的工资，老师就在中高考的节骨眼上罢课，希望学校解决工资问题。现在要中考高考，好样的，谢谢老师。那里这么穷，还有民办学校吗？